之前那个夜市有卖，我们也不想买。南堤，真烧起来，东布拉，二三，你刚好，好，不要了！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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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才走到前面而已。我要休息。不是，我刚才给钱的。没有啦，我们要冲哦！我刚才给钱的。我怎么剩三步啊？因为在沼泽，沼泽地。我想说，你以为我要冲进村庄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是要给钱的、啊，不给。好，你不要算了。不要了。我可以直接略过他吗？反正没打，没有过，你们会帮我打。前行。好，打死你呀、啊！打那一个了，前行的啦。他怎么？他步速这么慢哦？对他步速好慢哦。啊，这样他可能被弄死哎、欸。对啊，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留他一个活口啊？没关系，不用啊。那他打靠死你剩25滴耶，你打死他吧。是啊。哒噔哒噔。我怎么没有得人？是一个人8块钱。哎呦，拿钱喽！完成408加上78，等下我算一下，86，486，486除以3，162。好，要给每个人162，这要抵什么任务啊？我看有什么啊？又有一个300多的，到生命祭坛的哦，生命祭坛刚好我们就是要去那边。好，走。好，那物品是什么？你看一下，验尸草那不要。到处运东西耶。真的，而且钱又多。哇。商店有什么啊？前往独岛之。商店有什么、啊？玉龙烟斗。买不起啊。我要给你162。哦，加才能加运气。哇，那小丑衣。哇，好像不错哎。哇，他有小丑鞋，两个都适合你的、啊。小丑帽、小丑衣、小丑鞋，整套、欸。好了，钱给你了，你赶快买啦！你买啦，快点啦！哇，你通通，你是500块通通拿去买啦，快快快！重点是我现在没有什么输出的好武器，你知道有这个，就算判定比较高，也没有比较有好用。你就先穿起来，以后可以找得到嘛。对吧、啊？你看，就像女生讲的嘛，你衣服现在不买，过了就买不到了啊。对啊，算给回来买啊。我鞋我没鞋子，我买鞋子 CP 值比较高。衣服、帽子，还在犹豫。你不买我就买了哦。啊，买！你差一点就撑满了哦。来，加金子，加金子。里面应该没什么我要买的了，那我就直接去船上了。我往船上走，跟我们先冲去。我的画面卡在小丑鞋啦。好了，好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属性难，回来，回来，滑一下就好了。滑一下，那我也没有了，我走了。你们不来睡一觉吗？我们刚升级，没事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哦，才能94的，差不多了。冲啊！好快啊！陆地上嘛，好、啊，走啦，上船。好，走。妈妈扎克，凤梨呢？等他进去拜拜。是哈记吗？好啊。啊？你经验值最少啊。哦。哦，对哦，不是拉拉等一下，我想成那个生命圣坛的，想说是我是那个吗？加二吗？那、啊、先来拉一下经验，拉回来一点，吃光哦、啊，记得吃光哦。嗯，然后圣坛记得是给我的哦。哦，酒就不行再吃的哦。你啊，好那好吧，步数不能再吃啊。走，
碰碰。有啦，有拉回来，差不多等级了，差不多等级。抢圣坛喽！跟我阿小讲话，怎么了？在乱讲话、啊。这只能尝试，不能那个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70%，30%，30%，哦，没事。哇，你今天最高了哎、欸！今天最高了，瞬间拉上去、欸，好多、哦。嗯。你直接走上去应该可以拿到钱吧？然后你因为你不能败啊。哦，对。对对 对, 对，这样直接走上去就好了吧？等一下，我把幸运币这个装备装上去。OK， 装上去之后再去，当、嗯、当，有没有、嗯、厉害哈？115，刚刚的多少啊？扣掉刚刚利息，330，扣掉我们刚刚进的利息。452×3，150，一个人150，好了，一个人170啊！哇哇，有利息耶！那你小丑一都还没装哦？还是你必要手才装？我现在已经那个了，94嘞、欸，差一点点啦、啊。你的帽子怎么没换上去？没有买帽子啊，没有帽子、啊。哦，没有买哦，哦，我买的是小丑鞋跟小丑服。哦，嗯，那我们现在，哎、欸，旁边有夜市哎、欸，那就我休息。是大夜市，对啊，哦，好远哦，要打人哎、欸，这里打的地又不好走。碰碰，到，生命再生，经验瞬间反超，真的很可怕、啊。哎、欸，换我把你养肥了哦，你要养我们了哦，你要养人了哦。我可不可以吐出来还你们？不行了，你已经吃下去了、哦，吃下去了、哦，反出，我已经把嚼完了，可以给你们了。不行啦、哦，不要、哦，就把你们消耗一半了嘛。那、啊、夜市是不是这一回合就要走到啊？对，要天亮了。这一回合吗？啊、这一回合就要走到，然后去玩。啊、我可以啦，我走不到哎、欸。那叫哈基帮忙买东西吧。嗯。可是那只要钱先，那我要补给，钱先都丢给我，钱都先丢给我。嗯，好，我算一下，等一下我把你们钱先记下，3183317。好。等一下，记是这个。那你等于说，你那个繁星这场你要帮我们一起打那个导致怪物先打掉。我伏击他、嗯。好，在我摸得到吗？哎、欸，你没有哎、欸。导致很近。哇，他躲在里面，躲在里面没有。那我们打。那就是你们打，打赢我冲过去买。我要去夜市，帮我开路。好，我快把路打开，再把你烧回来，快，宵夜就靠你了。不要，我们现在很饿，快点，让路，我们要买宵夜，千万不要惹肚子饿的人哦。25D，打死打不死，啊，他等下说我也很饿，哦，哎呦。哎、欸，啊！自己死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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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啊！你们自己收，平均吧？啊、什么？你们平均，你们平均。哦，我这个有了，我就有了。哎、欸，我是……哎、欸，不对，这团二，这闪避，这你有吗？金币，我好像有金币增幅，可是好像不是加二闪避的，好像是加一吗？哦，先收，先看一下，先收着，先收着。视觉检查，收。你想我去喽？好，你要不要往啊？没关系。哎、欸，给你钱，一样的。给你钱，刚三再加17元，18、17、326、334。啊，给错。给你，给你。这些是玩吧？2345就够了。不行，就客专注冲喽。哎、欸，你路上拜托不要遇到东西哦！你不要讲出这句话来嘛！潜行过去了啦，滑下去了啦！潜行可以。章鱼烧，你天哪！你伏击，你打他！你伏击干嘛？我刚不是潜，你伏击他干嘛？我刚刚。
哎、欸，我讨厌不是来得及吗？哦，好像可以耶。啊对啊，这很好玩啊。我你怎么？我想说，刚潜行不是才两格，你变三格？我刚不是按潜行吗？你刚刚说按伏击。哇！哎呀！你们看到章鱼笑太兴奋了。没有，不发气一下，怕聊天室睡着。可是这是节目效果，都是节目效果。节目效果是吧？是好哦。那你们到底是怎么过的啊？以上都是节目效果。你们当时到底怎么过的啊？我这么用心的玩。也是啊。都是感冒药啦啊！可以进了，可以进了。加入游戏，为了宵夜饿死了。对啊，还有可能饿到饿昏头了。加入，刚刚网页挂了，哈记要偷偷摸摸的，结果跑去戳人家屁股。路过就好了，还要在他屁股后面戳人家打人屁股。他想路过别人，就路过的时候顺手拍人家屁股一下。而且还很专心哦，用了三点的专注。我要瞄准这个屁股，我要瞄准下去。啊操！真的是。啊！笑死我了！很专心的打了下屁，感觉就是你会做的事啊！看到哪里啊？谁？哦，还是你？哎、啊欸，搞不好这次不会遇到的啦。五格，又是他，还是直接被攻击的啦？你什么？伏击？那补不了了吧？要再一次吗？哈基被伏击耶，重来啦、啊，再一次。啊，再来一次。好，他跑回来打我屁股了。广告放广告都没放，谁叫你打人家屁股？活该！他记仇记到下一回合来了啦！笑死！笑死！笑死掉！我、哦、天哪！想要完美的千年杀，小伙子技术不错哦。刚。有嘟到哦，是要我嘟你哦，刚刚摸到这边哦，这么深哦，好了，可以加了，可以加了，好，笑得好累哦，那我今天状况都是你们两个啊，不是说好带我的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这样子、啊？太好笑了。啊哇，身体热起来了，笑得好热哦！等一下，真的，笑得好热哦！等一下，这个宵夜好漫长哦。啊好，我下巴突然好酸哦。笑太爽了，就很好，真的很好笑啊。笑得我好累哦，也嘟一下 OK 了，别再嘟了。好了。对啊，我开始我吓到了。啊！我要开冷气啊，不然开电风扇等下吹要放麦克风。哦哦哦哦哦！四叶草，嗯，好香。装备，
哇，这是银行家。你们要什么？我来看一下啊、哦。薯条加大。我要王爷吃牛排。我有什么啊？魔抗最好适合我、啊。那都还好哎、欸。对啊。加敏捷是可以让你在回合里面比较快啦。嗯。哎、欸。这会不会特别好啊？不是哎、欸，他是眼哎、欸、眼睛是我对不对？对，眼睛是眼睛。那白灵之勇适不适合我啊？白灵之勇眼睛，然后他是普攻是忽略护甲，对啊。第二招是群体七伤害，偏低一的伤害。嗯，哦，先这个的。好吧，那就算啦。我想要神秘帽。神秘帽，神秘帽，嗯，神秘帽好，买了，好，不后悔啊，不后悔。还有什么？其他的就都很好、欸啊。那个什么，五十块那个，五十块，对比我现在身上好。咒符套索，好、哦，好了，没了。其他的也不用了。对啊，没有什么好的。嗯，哎、欸，我小算盘关掉了。刚多少钱啊？我308 334啊，你离开了吗？再一个好不好？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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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圆盾34块的。33块哪一个？战士。成就。圆盾。对。好。我刚刚多少啊？三十。三十，你要可以还你250。好，然后陨月的三零，317，都没了，要走了，好了，飞机走了，好，走。等一下，上面有什么、啊？那个法鲁罗什么？暂时提高伤害25%。哦，搞，哎呦，神秘加25%，这时间不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往那边，哎。你要不要去那个啊？等下下回到那个维克堡，在哪里？哦，就在我们底下而已啊。哦，好啊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开船下去，你直接走过去。好。太阳出来了。猜船应该拉不到你了。什么叫船拉不到你？哦，好像拉不到哎、欸。对啊，它有一个范围啊，它刚好在最边缘。哦，那到维克。好，上来。我刚刚应该留在岸上，那在陆地上走比较快，搞不好直接到维克堡。给钱，给装备，还、啊、钱、啊。好好好好。想跑啊？利息啊，利息啊，利息，还有利息、啊。我刚刚有借你钱啊，利息。哎，还有我刚刚托委托的东西。好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委托的东西啊！别吵。在草帽子抽一个洞的还你。耶！我习惯按来打开包包了。可以改按键啊。没关系。手套。啊，这个是要给你啊，等一下哦。嗯。哦，给这个。一等哦，这我有一模一样的。可不可以一加一等于？等那个、啊。但不能装两个，我、哦、脖子比较粗嘛，比较长嘛，可以装两个啊。这感觉是穿，不对，不是脖子，这是裤子啊。哎、欸，换谁？换我吗？嘿，啊，对啊，好好。你看我穿这个这么丑，哎、欸，不要直接打我们，好，直接打，伏击，成功，打他。我还是我的盾牌了，嘲讽。下班回来，下班辛苦了。小心哈基捐款潜逃。对啊，我才不会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他敢跑，他会乱摸人屁股才跑。他只会全神贯注的想要。对，怎么他会这样的人？花很多的专注力在你的屁股上。我还是会挑人。
你要挑谁啊？屁股漂亮的例如那一只那一只小偷吗？我有了。他就会用尽他全部的专注，瞄准你的屁股。听起来超奇怪的啦。有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，任务板，钱是200跟200，两个不是200，都是杀一个人。经验值24，物品是法杖，黑曜石。要怎么卖东西啊？打开包包吗？打开来，对，嗯。市场，士兵护甲，小丑鞋，啊，最大钻，哇，差26块，买烟斗，可借吗？我们现在这里借不到，借不到那边吧？啊，对呢，阿呆哦，好，算了。哎呀，你要多要多哦，二六，你拿不到了，借得到吗？拿不到，这里有远程也不行。对啊，没关系，那我先离开。安安刚来 ，OK， 没有来，没有晚来，嗯，可以的，有来就好，有来就很开心。你错过了哈基专注的时候。回来，我干嘛要回来？现在去哪里？右边吧。没接任务哎、欸。对，哦，刚没叫我接任务啊。为什么不能走啊？啊，前面有石头吗？没有啊，不是往右上走吗？步数坏掉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没有步数可以跑哎、欸。哇，为什么？是否要？上面写6，可是我没有可以按的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再让拉乱拉我啊！我们触礁了吗？哇，我只能原地休息啊、哦。不是要？你原地休息看看啊。为什么？啊？不见了、欸啊、我可以动哎、欸，我可以动啊！喂、欸，嗯，哎、欸、嘿，我你可以动、欸，怎么又一次啊？欸、打怪了，怎么又一次啊？啊，还是失败，打失败的那个人，打失败的那个人，打啦！干嘛啦？对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我晕，还晕你耶、欸！痛，好爽哦！这个也太痛了吧！好急啊！好晕啊！好晕啊！再敲他一次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没有，推什么推？哇，他会摸人家胸部哎！他一定是哈基教出来的。哈基摸什么？我才不会乱摸、哦。真的是哈、哦。哦。这个下垂我不要。他哪里有下垂啊？他那个是鸡突，不是下垂吧？哦、他穿着跟以前的音乐好像。我等一下重开一下 Volking 好了，我那个选的东西。你秀抖了吗？对。好。不能选的，滑鼠不能选。应该说可以点，但没有一个那个我滑鼠移过去，应该会告诉你下面选什么。这个吗？解约没有把位置变回来，真的假的？我打不死他们、欸，他们叫我按反击啦。反看看、啊，好啊，来呀、啊，打我啊！打歪了吗？旁边就是要打你耶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麻痹你哦！干什么？在旁边，太好笑了。看睡觉完，14，所以等我这回合结束吗？18，好，好啊。我看一下，接个任务啊。我差8块，再。你跑掉了，你不想要钱啦？这
气死了！我忘记在拿钱了啦。哎、欸，有诗人跟那个巨象，炎怒巨象，哪一个？一个是石头人吧？直筒是双防，对不对？240，240，这么简单的任务哎！你们要打哪一个？你有石人还是石头人？你有石人跟石头人？石人感觉比较，不知道。他石头人应该是石头吧？你有石人还会搞你耶？他不是唱歌让你专注少一个吗？不吧，成功率少一个。可是我记得石头人好像物防魔防都蛮高的。看又是吧，好吧，来吧。隔壁，哎、欸，隔壁，原来我们这么近，巴登，是不是有点高、啊？巴登，巴登，是不是有点高啊？好啦，重开吧。重开？不是啊。哎、欸，大家重开一下我那个，我他记不到重开吗？我这一回哦，直接对退出吗？保存退出啊！没有，先你动完，动完，好好，那就走过来喽。哎、欸，不领个钱嘛？哦，没关系啦，不想发现我们跳关的啦，这里是后面的地方吧？这是后面的地方吗？你看右上角按一下那个海盗巢穴，这是海盗巢穴的地方哎、欸。那么换，水之神殿还没找啊？水之神殿在这里啊？欸、对耶，对啊。可是这是第四个水之神殿的场景了。我按第一个也在这里啊！啊，我第按第一个在右下角，我看是在这里耶。我在右上角哎，你看到边？你们第一个是浪人群岛吗？这里，我也看到在这里耶。哦啊、浪人群岛在右这边、啊，对啊，在那个我点开这边啊，对啊。所以我们先来这边吗？对啊，啊我们，我们先来到第四个的主导者这边的。我们刚才是因为送东西，所以才上来啊。我们不是来打他的啊，对，我们是送东西所以才上来的。注意嘲讽跟反击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干嘛？所以我现在先保存喽，退出。嗯，好。还有再吃一次广告。哦。哎、欸，谁帮我播广告了？欸、可恶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。嗯、怎么了？215块，我想买那个商店的东西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有人提醒我看一下商店。你先重开，那我去上个厕所。我去厕所。好。不行，把东西打开来，让我们进来等吧。我也觉得，他以为你要重开。我说重开游戏呀。对啊。你游戏开好应该也差不多了，他尿尿应该没很慢。哇，你帮我播广告啊！你以后靠你了，加油。我来吃热食的。好，那现在我来抽一下。喵！感谢在中间99牛排。哇！热食杀出来！感谢！哎，谁想要给我摸屁股的？哎呦，差点打错、哦，又多打一个零是不是？我就是20块钱，然后5个奖励，我打成5个奖励20块钱，其实差不多了。5块钱。来、哎，谁想要被我摸屁股的？来，自己又想摸人家屁股啊？来，谁想要被我摸屁股的？来。好，可以进来了。然后我用抽奖，他打的时候每个人都打我。这次不参加，这次不参加，不要为了这个参加、啊。对啊，反正抽不到你，不用参加了。哎呀，反正只是分母，不要参加了。进了。真心怕。不要怕，我会好好瞄准，然后用力给他。他
他们全神贯注，出卖自己灵魂。阿俊又全神贯注的摸你屁股，还会这样子。来啊！中奖的，你知道你要干嘛了、哦？屁股翘起来哦，屁股翘高哦。下一个呢？哎，旁边那什么酒桶？喝酒比赛？这是看什么的？爱心？看爱心？星？最高是愉悦。嗯，愉悦借我八块。好，八块。八块，八块，抽到可以把金币还回去吗？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抽到来不及了。啊，我应该给你钱帮我买的。要上来、啊？然后现在，等一下都要上来，因为我们要打旁边的吟游诗人啊。哦。啊，我刚刚应该把的晕斗升到最高哦。啊，我不急。没关系。好、啊，借钱。不是接近一点比较好，靠过来一点比较好吧。我要借钱，啊，你要先上来啊！借钱，啊，你要先上来啊！我要借七十六十块，六十块，这里帮你借吗？这里就可以了。它是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六十哦，下好离手哦。他是215，我现在51，60是264块，64块，这我可以直接买吗？我不行，那进去吧。远程资源不能在外面买啊。你想叫他送过来啦？你以为是什么外送啊？那我就直接开打了。你打得到吗？还是让我伏击呀？好、啊，让你伏击，好好好。啊，那个你要过来一点哦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好像扫不到你那边哦。嗯，我要走出来。嗯。那来啊、哦！打我的有没有？来啊！大家屁股翘高。嗯。屁股翘高高。好可怕啊！该急了，该急了。伏击，85发，成功，两只，哦，感觉好强、哦、啊！我怕怕的，感觉好强、哦，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两只八等呢，哎，我退两步，哎，为什么不带我走？重置，哦，不是，闪避，闪避上升，闪避上升，哇，哎呀。他比较会躲了，在躲啊！哦、啊，很会躲。我要做一件事情。你这个帽子好像偷背哦。真的，我刚才想讲，奇怪，我们怎么这边多了一个要饭的？我要做这样子麻痹。哦，是啦。消耗全部专注，要把他麻痹到。哇哇，我可以重置人嘞、欸，棒！哦，啊哦，还有魔抗，啊，哦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来，一下这几位屁股翘高啊，没打到。打他，扁他，扁他！你们成功率好高哦，94%。哦，还能升到94，没关系，他又失败了。啊，7D不会痛，他没有麻麻了哦，这回要打死他。啊，他东西跳好高、哦，好高、哦，帽子飞好高哦，他是毕业了，是不是？毕业了，哇，撒出去，超高哎、欸，240哎。我钱可以还回去了。哦，又有一个又有了、欸，286，两两，加八七，再加。